如意楼的手势账本，你看，我专门重新设计了一下账本，里面啊又重新加了材料的项目，是不是更清楚了？是更一目了然了。还有这个，现在皇上特许了如意楼重新提供首饰，你看，我专门做了一个宫中的首饰账本。 这样就不会出错了。你真的是全天下最好的阿姐。哎呀，你方才这么得体，怎么现在又撒娇了？夫人、夫轩姑娘，小侯爷来了。小侯爷，王妃娘娘、傅姑娘，哦，祝贺如意楼重新开业大吉。 啊，小侯爷真是用心了，是吧，阿姐？多谢小侯爷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